戏剧类节目声音设计奖，得奖的是《回收厂的夏天》，张艺婷、欧千玺、陈燕如、陈昶豪。声音设计内敛稳健，细腻多元，将元素丰富的声音素材调和处理得宜，协助空间与剧情的氛围推动。后期音效设计与音场气氛掌握完美，值得嘉许。我本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入围，我本来以为只是来观摩的。我想要谢谢宜山、浩维，然后日奇、夜影整个剧组，然后谢谢你们拍出这么好的作品。然后也想特别谢谢我们的那个声音采集师邓邓邓雨晴，谢谢你帮我们收集了非常多很棒的声音。然后我也想谢谢我的家人、创业伙伴、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们，还有很多提醒我们的前辈们。然后也想谢谢正大广电系的老师们。然后最后我们会继续努力，然后继续用声音帮大家说好故事。谢谢评审、剧组，还有烧声伙伴跟最支持我的家人。我真的很享受每一次的创作过程，我会继续用声音说好故事。谢谢我的家人跟伴侣一直对我支持还有包容，让我可以一直做喜欢的事情。也谢谢我的好伙伴和战友，他们都一直很努力踏实而且才华洋溢。谢谢剧组拍出这么好的故事，谢谢评审，谢谢金钟奖。我真的很喜欢做 Foley。 感谢天赋，感谢陈浩伟导演，感谢李宜山老师，感谢回收厂的夏天所有的制作团队，也感谢烧声制作团队。真的非常荣幸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制作声音，真的非常感谢让团队可以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那也特别感谢在学生时期非常滋养我在声音这一块的大学同学们，谢谢雾峰八宅，谢谢我所有在大学时期合作的人们啊，也最后真的谢谢我的父母，让我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在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。也许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正在做的是什么，但你真的给我们很多的背后的资源还有很大的空间。谢谢，荣耀归给神，谢谢。